燃番剧场燃番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我绑架了时间线》，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作者一刀斩斩斩，由影轩剧社倾情制作，欢迎订阅。第615集，面对迷雾之主进一步的询问，风奇的眼中浮现疑惑的神色。想到迷雾之主刚才提到资源送往哪儿，他短暂的思索之后，脑中灵光乍现。就是城。哈，这批资源应该是族地灵能族送给黑玄派系灵能族的资源。没错。迷雾之主欣慰地点头。所以黑玄想抢的是族地派系送给他的资源，自己抢自己，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很简单，他想要双倍的快乐，抢一份再要一份。我靠，这个老阴逼。明白任务背后的原因，一旁的猎人忍不住喝骂，别骂这么大声，当心被黑玄听到，说不定这家伙很记仇的。风奇当即提醒道，黑玄大人万岁，我猎刃永远效忠于您。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背后是黑玄想要抢夺族地派系送给他的资源，风奇顿时意识到这个老阴逼为什么这么做了。如果让己方的族人出手啊，暴露的风险极大，毕竟族地灵能族的手段极多，其中他了解到的就有一定范围内的时间回溯能力，用这个能力想要找到抢夺资源的目标并不困难。但是他们出手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他们被发现了，对于黑玄而言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还能从中撇清关系。更重要的是，抢夺资源成功之后，或许黑玄还能够找到族地派系再要一批扶持资源。这个任务让风奇意识到，老迷当初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族地派系始终认为黑玄派系的灵能族是一家人，根本就没有想要吞并对方的想法，甚至还在扶持黑玄派系灵能族的成长。相比之下，黑玄这个老阴逼却想着双倍快乐，可谓是野心勃勃。远离了主道，前方的路段在雨中异常的泥泞，越发不好走了。于是迷雾之主化身迷雾，托起风旗之后选择了飞行前进，旋风也在这时化身龙卷飞行着前进，唯有猎刃只能是用奔跑的方式赶路了。期间他不断地向迷雾之主示好，希望能够带着飞行一程，但是迷雾之主显然没有答应的想法，果断选择了无视。坐在迷雾上，风奇低头朝着下方望去，只见猎刃的眼中闪烁赤色光芒，身体被赤色的气流包裹，奔跑的速度并不比迷雾之主飞行慢。拦在他前进路上的树木与大石块，他甚至都懒得躲闪，如同莽夫一路撞去。看到这一幕，风奇总算是明白黑玄为什么要招募这个一根筋的家伙了。身为半神后裔，猎刃的脑子或许不太好使啊，但是实力与成长潜力毋庸置疑。半天后，他们来到了黑玄提供的坐标地点，再往前是族地派系灵能族传送来的一个空间节点坐标，他们决定在此守候族地灵能族的到来。劫掠开始之前，有一点能够肯定，这次前来的族地派系成员并不会很强，这一点黑玄显然是提前收到了消息，否则也不会派遣他们前来抢夺，大概率会是族地派系的新人前来运输资源，这显然也是黑玄培养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利用他们来抢夺破坏族地派系的利益。至于族地派系的成员具体什么时候到来，他们并没有获得准确的时间。接下来的几天，族地派系的灵能族始终都没有出现，但是风奇等人很有耐心，选择了继续等待。这个期间通过交流，众人再次提起了半神后裔这个话题，但是仅从半神后裔这一点根本就无法推断出黑玄是否有隐藏的手段，毕竟培养半神后裔或许真的就看中了半神后裔的成长潜力。对此风奇的心中倒是有一个猜测，他怀疑黑玄看中的或许
还有半身后裔体内可能潜藏着的奇迹物品，就例如迷雾之主体内的奇迹意识。至于具体答案是什么，现有情报显然是无法分析出来的。八天后，风起与迷雾之主、猎刃、旋风在林中闲聊，在他们的身边静静地躺着一颗正在滴滴作响的金属圆球。这颗金属圆球是黑玄提供给他们的任务道具，作用是能够隐蔽方圆50米之内的生命气息，可以很好地用于隐藏。闲聊之中，猎刃与旋风说起了自己对于未来的想法。与迷雾之主一样，他们只是想获取黑玄提供的资源，却不想永远地效忠于黑玄派系的灵能族。但是对于如何脱离黑玄的掌控，他们都显得有些迷茫。他们都是为了种族的未来投靠黑玄，但是这条成长捷径就像是一个赌局，获得大量扶持资源的同时，也将全族的未来压了上去。未来或许能够脱离黑玄的控制，并依靠黑玄提供的资源迅速的壮大成长，但也有可能再也无法摆脱黑玄的控制，成为永远的附属奴隶。对于猎刃与黑玄的想法，迷雾之主显然是感同身受的，但他并未说明什么，表情始终淡漠。风息倒是明白迷雾之主心中所想的，这家伙一生要强，柔弱的一面是绝对不会展现在外人面前的。他看到迷雾之主情绪崩溃只有一次，那时候迷雾之主将他带离刑场之后，落在了旧日城外的一处山坡。濒临死亡之际，迷雾之主眼含泪水，告诉他，希望他能够背负自己的梦想，继续去攀登顶峰。恍惚之间，记忆中的画面浮上心头。这时坐在一旁的迷雾之主忽然抬头望向远处，沉声开口道：“来了。”被打断思绪的风奇当即顺着迷雾之主的视线往远处望去，远处场景在眼中不断的拉近。只见远处天空中撕裂出了一圈空间黑洞，透过黑洞能够清晰地看到由某种物质形成的半透明壁垒从尽头不断地向前构筑，形成了抵挡空间逆流的通道。三道身影从空间通道的那头快速而来，当他们离开空间通道之后，身后的空间通道缓缓地关闭了。终于来了，猎刃在这时候站起身，伸手一挥，顿时背后的赤红色短柄战斧自动脱离，飞至了他的右手。只见猎刃的眼眸升起赤色光芒，随后体表被赤色流光包裹，顿时滚滚热浪席卷。旋风也在这时化身为一道半米高的旋转龙卷风。注意此战速战速决，绝不能久拖，否则等支援赶来，我们都别想活了。迷雾之主话音落下，伸手朝着金属圆球一抓，将其射入手中，随后身形骤然崩散，化为迷雾海扩散。听了迷雾之主的提醒，风起果断开启了血缘形态，现在正是他展现实力的时候，既然要出手，那就全力出手，让黑玄看到他的价值。也只有获得了黑玄的信任与重视，他才能够了解黑玄手中更多的秘密。或许关于小黑的秘密，除了墨，黑玄也清楚地知晓。这时候隐藏实力无疑是降低他在黑玄眼中的价值，往后成长资源即使不被减少，也很难再有提升了。伴随着心脏跳动的速度陡然加快，他的身形快速拔高到了接近6米的高度。这些年的训练让他的实力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其中就包括血脉强度。他的天赋有限，但是血缘却可以将他的天赋拔高好几倍。训练空间之中的力量等训练本质上就是在提升血脉强度，天赋的作用就是将血脉强度更好的运用。例如他的天赋是一，训练获得的效果是一，发挥出的实力也是一，但是迷雾之主获得一却能发挥出二的效果。血缘形态带给他增幅的就是将训练获得的一变化为二的功效，身上的气血完全转化为血缘形态下的血肉之后，他的气血本质上没有增加，但是实力却有了爆发式的提升，这就是血脉潜力的差别之一。
这次血缘变声除了身高之外，风奇的额头还长出了一根暗神独角，上面缭绕着一圈的黑雾，让他看起来越发狰狞可怕。远处三名族地灵能族成员显然发现了情况不对劲，可还未等他们反应呢，奔跑中的猎刃率先出手，猛地朝为首的灵能族成员丢出了手中的赤色短柄斧。只见短柄斧在空中旋转，化为赤色流光，横向飞出了月弧形轨迹，以极快的速度切进为首的灵能族成员。